这太扯了。我抽一盒现赚两盒，我这样两张加起来超过3000块。今天就是我的成神之日。嘿，时间管理大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宇，欢迎来到我们的 PTCG 看了没、欸、那我们这一次的话是要来开最新一代时间观察者跟我们的空间魔术师，也就是我们第二款的帕洛奇亚。那这次最大奖一样就是全图的一张是菜种，另外一个是猪贝，然后以及各种金卡。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就赶快来开。那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说，你们现在的 PTCG 的话你们是怎么组，之后我会想要偶尔更新 PTCG 的对战影片在我的频道上面。好，那我们先来开我们的空间魔术师。嗨，我来看一下哈。哦，神奥神殿，它是这一次可以用的一张场地牌。它的效果是双方场上宝可梦附加特殊能量的效果全部消除，视为提供一个无能量。这张超级可怕，因为我是玩梦幻，我一定会填会有能量。这张放上场，我直接变无效果。噔噔噔，哦，第一张 B， 等一下。各位，我抽到起源帕洛奇亚 VSR 全图的，哇，它的卡面很好看欸。各位，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不是吧？太快了啦！各位，我中了透了，谢谢大家。第一张领域支配是从自己牌库选择一张竞技卡，再给对手看过后加入手牌，并且重新牌库，重新洗牌。然后第二招凉水一舞打200，很多欸。太扯了吧！然后我们开到现在，在这边我要来宣传一件事，就是本节目由靠过来赞助播出，这两盒是靠过来给我的。靠过来三重旗舰店下方有地址，我很常会在那边打牌，然后超立方会在那很常在那边打桌游，所以你们如果想要找我们，或者是想要一起打桌游或一起打牌的话，欢迎可以常来靠过来的三重旗舰店。然后顺带说一下是，最近我们有筹备一个项目，就是我们要做 PTC 区的卡牌的拍卖会，也就是说我们会把任何的牌，然后会有玩家会自己定个底价，我们的话可以去现场做拍卖。那这通常在拍卖会大家可以很比较便宜的买到一些就是全图牌啊之类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拍卖会一起来玩。这样基本上我会先放粉砖，大家可以先去按赞靠过来三种旗舰店的粉砖，然后随时关注他的消息，这样耶、yeah。 好，再来是小白人物卡，效果是双方玩家各将自己的手牌放到正面后，双方互看，从自己的牌库抽出三张。太特别了吧。哦，披斧螳螂的 Vista， 给大家看一下披斧螳螂 Vista。 第一招是一斗一舞破坏斧打120，对手的备战区一只宝可梦兽也受到60点伤害，然后他的 Vista 力量乱爆星星30乘上自己弃牌区的宝可梦张数乘以30。哦，好强哦，基本上应该是可以直接秒杀的。哦，我开到一个大牛啦 V。第一招是毒之爪让对方中毒，然后第二招是一二一五克命爪，对对手战斗宝可梦处于特殊状态的数量乘以80点伤害。这张有点微妙。然后超群眼镜，哦，这张很强，这个是宝可梦的装备，它的效果是弱点乘以3。大针锋 V， 大针锋蛮特别的，它第一招是40乘上你值两次硬币，然后就乘几次这样。然后他第二招比较特别的是群起刺激两草一舞，对手的一只宝可梦受到自己场上大声 V 的数量乘以50点的伤害。那这一张特别的点是在哪里，我可以直接打到后排，基本上打200，然后还可以打后排，连拉都不用拉，所以我觉得大声风是有一个玩法的，所以蛮厉害的。好，竟然有能量签复刻了，以前打宝可梦打到现在都知道能量签、啊、不是吧。哦，哎，我的天，我的天，各位，我抽到金色的双重涡轮能量，我除了一张 SR， 另外还有一张 UR， 这太扯了！我抽一盒现赚两盒，我这样两张加起来超过3000块，今天就是我的成神之日。好了，这个已经是最高配率了。然后查克洛，在这个回合自己的斗宝可梦使用招式对对手的宝可梦招式加额外30点，在这个回合若将自己两张手牌查克洛除外丢弃，则可从自己的弃牌区将这张查克洛给对手看过后加入手牌。哦，可以再拿回来。哦，各位，我抽到了起源帕洛奇亚 V Star， 我刚抽到 V， 果然也有抽到 V Star。第一招牙空潮旋60加上增加双方备战宝可梦的数量乘以20，十只20200260，他第一招最高可以打260，好强哦。然后星星路口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从自己弃牌区选择最多三张的水属能量，以任意的方式赋予自己的水属宝可梦身上。谢谢梦幻 ，Hello 帕洛奇亚，我有点想要住了。哦，我抽到猪贝了，一般的猪贝哦，猪贝好香哦。
从自己的牌库选择水鼠宝可梦与物品各一张。哇哦，给对手看过这张手牌，我又抽到一张起源帕洛西亚了，各位，一般的。喜鹊地区的承重球，查看自己所有反面朝上奖励卡的正面，从其中选择一张金属宝可梦卡，给对手看过以后，与这张喜鹊承重球哦互换，好像可以用哦，好像可以用哦。最后一张是席多兰恩的 V，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第一招一火一舞热灼烧打30，将对手战斗可梦灼伤。第二招是二火一舞90加上，若场上有自己的竞技卡，则加90，就180。好像可以答。再来是时间观察者，总不可能出蔡总的全图吧？怎么可能运气那么好啦，哈哈。哦，贝里拉，给大家看一下贝里拉，从牌库抽卡，只要自己手牌比对手手牌张数多一张为止，蛮吃的，我觉得蛮吃运气的。好，新的球飞羽球，从自己的牌库选择一张没有撤退所需能量的宝可梦卡，再给对手看过后加入手牌并重启牌库，这个可以配在梦幻里面。对，目前哦有一个新的道具叫做交替推车，给大家看一下，只将自己的战斗基础宝可梦和备战宝可梦互换，然后将化入备战宝可梦的宝可梦恢复30 HP。我觉得通常基础宝可梦被打的情况下，其实他都已经要死掉了，所以这张你要问我好不好用吗？我觉得普通哦。各位，我抽到了起源蒂亚卢卡，一般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次的牌面都很好看诶。金属涂层，从自己弃牌选择最多两张钢属能量赋予这只宝可身上，然后3-15打180。哇，它跟之前那个三层苍霞的玩法有点像吧？我要开始回归了吗？各位，我的三苍打了整整快半年哦，抽到了群鹅小姐，喜鹊地区的群鹅小姐，从牌库抽卡，只要自己手牌满6张为止。然后第二招二草一舞打130，来大嘴沼泽，双方玩家每次从手牌将基础宝可梦放入备战区时，在那只宝可梦身上放上两个伤害指示物，然后雷吉艾乐奇。听说有特别的打法，但我有点不确定哦。他打后排可以打120，好像有点丢。哎，各位，我抽到 V Max 的牌了，怪力 Mi Max， 效果是一到一无复仇光炮80加上，若自己变成宝可梦身上有放置伤害指数，则增加140的伤害。超级聚会星一级，稳打240，拿下回合手酸。哦，抽到钢石啊，刚刚有猪贝林所，当然有钢石吗？这张卡必须从手牌将两张钢能量丢弃才可以使用。它可以跟帕鲁奇亚搭，从自己牌库任选最多两张的卡加入手牌，并重新洗牌库。有搞头，各位，有搞头，有搞头。剑行鞋，查看自己牌库上方一张卡，那将那张卡加入手牌，或者将那张卡丢弃，然后再从自己的牌库抽一张，有点有趣。各位，我抽到全图了，竟然是全图的钢石。哦，500上下，还不错，还不错啊！刚刚讲蔡总，现在总算出来了，蔡总的活力，从自己的牌库抽两张卡，然后从自己的手牌选择最多两张草能量卡，附一只备战宝可梦身上。哦，抽两张，附两张能量卡。鬼角鹿 V 特性开拓之路，在自己的回合，当从备战区将这只宝可梦放于战斗场上时，可以使用的是选择自己场上宝可梦所附加的任意数量的能量，改赋予这只宝可梦身上。那这只宝可梦屏障猛攻40乘上它身上的能量数量。我觉得有了一定会玩它，我看着就害怕。而且我觉得卡，各位，谢喽，起源蒂亚卢卡 V Star。第一招金属爆破一股，增加这只宝可梦身上所附加的钢能量乘以40的伤害，然后40当底。五个就4-5 20 200加原本40 240，很强哎、欸。然后4-15星星科罗诺斯打220，这个回合结束后再开始一次自己的回合。我靠，你也好强哦！我已经感受到时代的改变。伦琴猫的 V 哦，这次的图卡都很好看。狙击獠牙2-5，查看对手手牌，选择其中一张的训练家卡将其丢弃，然后发散脉冲打120，2-5，将这只宝可梦身上所附加的两个能量丢弃，将对手张宝可梦麻痹。还好，哎、欸，没了。我从第一盒抽到这一盒都抽得很好哎、欸。好了，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 PDCG 开箱应该算是前几，可以排名前几好了。好啦，那各位观众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欢迎在下方的订阅喜欢。如果喜欢这系列影片的话，记得陪玩黑羽陪玩频道订阅点起来，然后小铃铛帮我开，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黑羽陪玩频道影片。好啦，那以上就是影片，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